客户他妈的，人家都他妈跟我联系。客户的认可是我最大的什么？嗯，幸福。是对我客户的赞美，是我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客户的认可。操作慢一点。你摄像头没对好，刚刚位置，重新来。可以。这 BMD 两个字，宝马的牛逼，就是。